看也是爱心的图案，对不对？你的什么花？花啊？人家都有花，我都没有花呢。小猴上花。啊？我的花呢？你的花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爸爸在装什么？爱的爱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基隆啊，基隆的守护神是老人。在开车。哪里？小金鱼哪一种？是那个橘色的吗？不行，因为它是小金鱼是袋鼠的。没有尾巴的孔雀，好像一只鹅，至少不是鸭子吧？啊。影片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